什么？有人挑战你们。挑战者在0到200中选择一个实力值作为胜利果实，挑战成功自己获得，挑战失败则会从自己的总实力值中扣除胜利果实，加给被挑战者。机会并不多，它只有6次，我已经失去掉1次了，我不想再失去后面的了。我觉得后面吧，咱就是说来一点我本来的样子。如果你挑一个人，我们两个人在放在一个舞台上合作吗？对，你觉得谁跟我属性最大？哎，是不是 Wonder Frame 那种啊？会可以吗？哦，请想要和第五名组队的人起立表达。I want to see Mei Xi twerk, so that's why like, let's see Mei Xi twerk, let's get it! Mei Xi twerk! At first, I'm not worried at all, but I show you some move, like this, like, and she was like, oh, it's too easy. I was like, oh, is that too easy? And she was like, yeah, it's too easy. Like, oh my God, it's not easy. It's easy for her. That's I worry about. 但是我跟她讲了，就是不要担心舞蹈的这个部分，然后因为我会为这个东西去为她扬长避短。OK, 对。对。对。谢谢。谢谢。谢谢。因为 Wonder 每次她在现场的时候，她不会这样吗？他不会这样吗？或者是我这样，或者怎么着？就这个点，大家全聚过来，我们就一起做一样的律动。能明白这个点吗？就是在合作的舞台里边，一定会有人牺牲，因为一定要找到两个人的一个折中点。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可能 Wonder 会更需要让中国的观众知道他擅长的是什么，他性格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不能只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完全做我自己的话，我就不会选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在我看来还是弱了点。你在学别人动作吗？他们什么感觉？他们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而且他们的逻辑是比较那种顺的逻辑，我们是走一个叛逆。我知道 I got it. 你现在是更有信心还是更没信心？那当然更是有信心了。恭喜你，佳佳。我很久没有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站在这样的舞台上面，所以我其实在舞台上上去的时候其实有点慌，有点乱，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观众。哇，哈喽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是两个水晶晶，水晶晶，然后我们的 slogan 是 Give me more sexy. 掌声有请两个水晶晶的表演舞台。挑战者 Wonder Frame 孟美琪 Natasha 舞台开启。Wonder Frame 太舞台剧团的 nice， 可以，哇！这个有了，这个有了。I feel fire, man。下面进入舞台支持时刻，请舞台推荐人们选出你的心上人。啊，这好难哦，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纠结，全部贴上。哎，那就请。我不管。现场的800名舞台支持团，
请为你喜欢的歌手投票，每个舞台可同时支持两人。大家好，我叫 WonderFrame， 我来自泰国。It's been a long journey. I was fighting for my dream for like 15 years and now I'm here. Thank you for welcoming me. 我爱你们，谢谢啊。大家好，大家好，我很久没有这样子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了，我叫孟美琪，然后呢，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这个新的组合的形式，然后喜欢我们刚才的一个表演。我觉得赢了。凤很好。投票结束。恭喜你们 ！She deserves it。哇塞，都是后面还有三组，四个都 Wonder Friend， 没了你。我觉得 Wonder Friend 真的是，就是那个态度，还有自若的感觉，还有念 rap 的感觉，都非常的轻松，然后很舒服。他的音色、咬字、他的律动都非常非常好，自然。对对对。非常完美的一个舞台，非常享受，就感觉在看一个 MV。 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配合真的是很和谐的那种，总之我看起来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是有那种火花的。哇，我们刚刚在看演出的时候啊，深深一直在那边呐喊啊，周深深哥你干嘛，你在干嘛？我在练电臀呢、啊来，小鸡小鸡哥哥大，怎么觉得你好像在跟我吵架，用屁股跟我吵架？Wonder Free， 孟美琪，请前往公布区确认舞台结果。Just guess how many score? Maybe high. Yeah, yeah, sure. But it's okay.You guys so great! What? Surprise. Oh, is that okay? No. It's really great! Yeah, I think this is for sure. Yeah. Sure, sure. Maybe better than you first time. In the first time. I for sure. Thanks to her. She designed like almost everything. Thank you. Good job. 都不容易，都不容易。是，理解了，都不容易。挑战者 Wonder Friend 孟美琪，结果公布。来了来了 ，Let's see the score。你觉得多少？1500。爆分！现在。共获得1143实力值，挑战失败。What? No? Why? What we challenge? 就是只是差四分 ，just 4 points。哇！就差四分 ，What？ 不可能！怎么可能 ？No way！ Why？ What we challenge？ 很多其他竞演嘉宾都觉得你们的表演更好，你有没有想过依然输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还能拿到观众的支持吗？他们会不会就是不想支持你了？我有的时候其实是在怀疑我自己放下了有用吗这件事情。放下什么？就放下所谓的什么我是以前的什么 C 位啊，然后有的一些什么过往啊这些的。对，但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我自己放下是可以 OK， 但是看我的人，在审视我的人，他并没有，他们并没有觉得这个事已经过去了，而且甚至他都会，就像刚才你讲的，大家可能现在就是不想，就是不想支持，所以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Wonder Free 孟美琪扣除胜利果实200。总实力值为943。Really?
Oh my god. Oh my god. Why? We are hunter. 我妈呀，差四分。哦哦，失败。啊。挑战失败。他们一千一扣掉完就只有900多分。谁呀、啊？刚才那一组。Wonderful。并且那个安琪他们，安琪跟 Lily 加了200分。What? What? 哇、哦！直接丢200。我，那他们废了。不继续挑战，直接换人，直接换人。请确认是否继续挑战。不继续挑战，不继续挑战。就是不敢嘛，就是虚了。我看到那个分，1347。嗯，对对对，主要还是想赢嘛，谁活到最后才是关键的。你要想尽办法去生存吧， yeah, 对吧？那直接挑战。OK， 有人想要。上，我们俩挑战，我们挑战。有人想要挑战东北极和 The Friend 吗？我们挑战 One The Friend。我们就是一直在等那个低分出现。有没有站吗？就肯定站了。我现在叫趁人之危，因为我们需要这个分保住紫薇，就是没有人是清高的，我们说挑战者就是为了赢的。下一趴，一直跟我共同想法就是不想，就是去在这个时候挑战他们。不要，别打，有点像刚刚冷水姐姐那种，那人家本来就已经被扣了，你再挑战你。因为美琪他们组不是扣分了吗？我们不想胜之不武的这种感觉。OK， 同时有奥斯卡和魏磊星、徐子未和吴瑶涛挑战了顾美琪。挑战他们应该挑战我们啊，哦，挑战你们，那不是很容易赢我们？等一下，那现在是挑战他们900分吗？对呀、啊。那这个怎么挑战啊？那就是这样的呀，赛制就是这样的呀。我那一刻觉得说哇，这就是人性。